清朝康熙初年，一年又未能亲政，故委任四名顾命大臣辅助少主。是天地会的反贼，起手。天地会反贼不知自量，简直自寻死路，即刻下令全。
他们一定准时到达黎春院。你觉得这件事怎么看？皇上，敖霸是为正白旗撑腰，腰围又系八尺，哇！咁咪即系四方，四方咪四方咯，唔信啊？一样米养百样人，八角形都有啊！讲你听啦。一掌打出，方圆百里之内，无论人畜虾蟹虱乸，都要化为飞灰嘅。我二哥都唔叫鸡啊！系大家自愿听我讲古而唔愿叫鸡啫，况且叫鸡危害健康，好事嚟啊！仲话好事？唔该晒你啊，盲公。乜咁听唔开啊？对唔住呢位大爷，千祈唔好见怪啊！你个衰仔落嚟啊！你道歉先啦。喂，这些这样的烟花之地真是混乱。你缩咗去边啊？喂，死咗未啊？死咗就掉咗佢啦，唔好整污糟呢度。邊個縮羊啊？冇食得咁易，肥佬精咯，死唔死得唔知咯。好簡單啫，托起佢啊！做咩啊？就憑我為春花咁多年嘅經驗啊，如果男人一縮羊咧，只要喺佢尾龍骨大魚嗰度攞啲漆一篤落去，就會凍咬咁樣彈翻出嚟噶啦。托起佢個花。
陳家总舵主，呢几个狗贼仲未有资格要我哋落荒。捐入去咩噶？狗窿啊！要我陈近南捐狗窿，唔得。唉，佢哋睇住我救你出嚟，细估唔到一个屈美十捐翻入去噶嘛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留翻条命仔紧要啊！快啲啦，嚟。原来是海公公，失敬。皇上有圣谕在此。吓？皇上有令，立即。大人有命，要我哋立即撤兵。好，我知道。收隊。喂喂喂，出面班官兵啊，走曬啦。哦。咁我都告辭。喂，你走還走喎，記得啊，大。
指日可逢，所以我想派人入宫偷翻你几本经。但我知道呢个任务非常之危险，系九死一生，边个唔想去嘅？所以如果我哋要同清廷對抗，就只可以用一啲蠢啲嘅人對付啲蠢嘅人，就絕對唔可以同佢講真説話，要用宗教形式嚟到催眠佢哋，令到佢覺得所以我哋就要反清，要反清嚟搶翻啲錢同埋啲女，係嘛？根本服唔服命就係多嚿魚，關人鬼事。得噶啦，大家聰明人，明白。繼續。總之，如果成功嘅話，你就有無數銀兩同埋女人。咁你願唔願意去？願意。但你頭先話九死一生嗰下得人驚啊嘛。我可以傳授你絕世嘅武功嘅。咦咦，咁清明，攞埋一隻腳嚟。仲嚟？遲啲先啦，嗰兩個字留翻我自己挑得啦，好嘛？嗱，你唔好。會有人接應你，暗號就係丹雅。哇！咁長龍排得嚟都死咗啦。嗱。啲人喎，唔好玩啊！邊個同你玩啊？有冇搞錯啊？我真係認真做雜役嘅咋。咁啦，你俾我翻出去過隔離門口排個隊好過啦，打交曬。
少少咁啦。不過以公公你咁英俊挺拔、氣宇不凡，仲做太監做到有須咁突破，都唔使眼鏡都夠殺咯。系一个唔完整嘅男人，呢笔假须可以令到我有翻多少自尊心？哇！你又做咩啊？公公啊，玻璃樽里边装住啲一粉粉嘅咩嚟啊？鞭，鞭，一樽系六鞭。
莫非你又是太監？是啊。嘿，咁就咪玩啦，自己有攞翻嚟啊！唔俾。你唔俾我，我唯有嚼你嘅啫喎。家陣你俾我，我都嚼你啊！哎呀，你個死仆街你！我殺你啊！唔該曬，我殺你啊！方唔係有機關，我冇咁笨。係男人，我落嚟打過。你好中意打交咩？唔係我好中意打交，係好多人中意俾我打啫。系咪好好玩啊？系就系好玩，不过啲功夫系差啲。喂，不如咁，公公，這個小太監很有趣，可惜哇！呢啲絕世武功，喐啲人話練一百幾十年嘅，花骨綿掌未練到一半就入棺材啦，化痰都唔得啦，你真失敗嘅。咁啊係，況且化骨綿掌殺傷力太強，恐防會傷害到王嘅。王咩啊？
上飛狼好好玩啊！仲細嗰間人，唔知我打緊邊爐啊嘛，咁發曬啲樹葉落嚟，驚下衰人話咗砸到我。龙爪手做咩啊？有内涵，我就拣呢招，系呢招啊嘛！分身内练啊！嚟啊！我负责。练口稳直啊嘛！你呢个小太监啊，又肯话调兵俾客流。你唔系太监，全个资金净系得皇上阿徐州嘅。哎呀，冇搞错，咁大力啊！哎呀，我痛，好痛啊！点啊？系要揸嘅啫。
你估下？人嚟，即刻拖佢去斩！咪住，咪住！佢究竟系咩人？佢系站喺心腹。都引你老婆，我哋都知噶。你乱讲，未讲完。其实我就系皇上身边嘅卧底，系金牌卧底，专门就卧喺你哋啲隔篱左右啊，嚟到装呢个。大家聽到啦，恐嚇皇上。聽到，聽到。我同皇上都聽到，呢話冇得傾啊！忍嚟，拖出去斬。喂，咪住。嗱，我見你個人冇乜點，我俾多次機會你，你扯。我殺你個小滑頭！多謝曬。不過殺人唔使勞煩你，只要皇上聖旨一下，大家都要人頭落地。不過唔知你先定我先啫。果然英雄出少年。不知者不罪，謝皇上。阿哥啊，我覺得小春子好得意啊，不如
嘢啫？喂，不如你扮龟啊！哎，对唔住。扮啊！快啲扮啊！好啦，喂，打到你扮。小喇叭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点解？点解你要逼我？我
皇宮雖然係高，可是江湖經驗咁啊，撞鬼咯！母后你受惊，你先入去休息一下。系啊系啊，唔使你扶我。有冇发现啊？你是姐姐，姐姐呢度，姐姐，条脷似你姐姐系啊？唔系，你嘅样似我姐姐。老公话我条脷冇所谓，话我样我接受唔到啦。呢度，姐姐呢度，最喺呢度。在這裡嗱，你而家即刻飲咗佢，飲咗就會有翻條啫啫噶啦。係啊，仲有，我過去嗰邊俾啲藥你食，食咗之後咧，條啫啫變到老鏈咁大。老鏈咁大？老鏈咁大。好嘢。三隻走為上。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好咩？禀你啦，启禀韦大人，喺鳌拜宝库里边。瞄准啲，短足，过两日去埋佢屋企抄家。系，大人。系嚟啊！系系，小宝，小宝啊！我同我家姐讲两句说话。我家阵就要走佬啦，专登嚟带埋你一齐去。家姐。家姐，啊晕咗啫，仲未死，快啲搵人嚟救醒佢。小宝，太近睇唔清楚啊，阁下边位啊？青木堂香主，恭喜韦香主。青木堂香主，呢一个就系青木堂。
自礼双手。好啊！小宝，小宝啊！哦，原来匿埋喺呢度。攤凍些少得，啱飲噶啦。好，咁我攞起只杯嚟飲得。做咩嘥曬嘢啫？對一鏡都係啊。冇，個人心軟，想話硬頸些少咁解啫。第二个女人，冇傻噶你，除咗你之外，任何女人喺我眼中都只系一督屎。你做咩啊？有蚊啊！快啲捉佢上床！咩鬼干啊？我跟佢吹吹去，好快翻嚟。公子小心。睇住佢啊！
井水嘅，而家你講到咁大聲，即係分明逼我爆嘅啫。你爆？好咯，攞咗冇事啦，美神告退。你估我未睇过四十二章？既然太后讲到咁，不如杀我算了。不过唔好忘记，我假假地都叫做韦爵爷。家陣九萬幾人知道我嚟咗呢度，包括你個女建寧在內。大人有大量，大人不叫小人姑，我揾下佢。七十岁你条契弟先醒起去割包皮，七十一岁你就氹啲细路女去睇金鱼查阵。去！
无败，后杀九皇帝。唔好杀我追追啊！唔好令够佢打啊！小春子，你又醒翻啦？你唔使惊，我而家经脉尽衰，已经冇能力再杀你。都系我对你唔住。算啦，
臨軍皆備。皇上，所有天地會的人腳底都有反清復明四個字，不信你叫他除了啲鞋襪俾你看下啦。小寶，不是真的，皇上。人嚟剝咗韋少寶的鞋襪。皇上，皇上，咪住，喂。虽然未读过书，但都识得一个孝字。清明同重阳是拜祭先人的日子，小宝将佢刻喺脚板上边，系想提醒自己准时去拜山啫，皇上。梗系唔信啦！武侯建宁，又都有一个嘅。庆王唔好信啊，呢个先系真武。神而不孝，连累母后受苦。我一定会再翻，下次我再出现的时候，你一定不会再认得我是哪个。